哈喽，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边栋。那么这一个影片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在这个官网的公告里面呢，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以及大家最有兴趣的这个部分哦。 因为昨天在实况的时候呢，我帮大家把一些常问的这个问题呢，我把它整理起来。那整理出以下几个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哦。首先，第一个是祝福的这个手环怎么样去制作、哦？那我们这个祝福手环呢，其实已经出了。那在我们的制作装备饰品，然后你这边点选手环，好，那看你要做哪一种手环，基本上你点下去之后，它就会列出所有的这个祝福啦。那祝福的手环呢，包括英雄的以及防御的，他们都有在里面。那你只要。 强化到三以上。 两个就可以去制作一个祝福的属性了啊、喔。那这个是祝福的手环制作。那么再来是加三的这个徽章，怎么样去制作呢？那有没有做加五的呢？啊，一样是在这个位置哦、喔。我们从这边点选徽章，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可以制作加三的这个新的徽章，指挥官的以及猎人的都有。但是呢，目前是没有加五的哦、喔。所以加五的话、啊，可能会在之后才会做一个试出。那这边的话呢，加三的保底，你可以用九个这个箱子去换。那如果说你要做 加五的话，未来你可以用一百六十五个这个就呃箱子去换哦。所以大家如果说现在没有要做加五的，你可能你就等一下，等到之后之后出的时候呢，你再去把它制作起来这样子。好，那么再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哦，就是呢这一次的话改版哦，有一些像之前没有改的这个海陆拜匕首啊，以及韩版他们后来在调整了一些红装等等一些这个装备的时候，算是能力的大药剂嘛、哦。好，在这一次改版台韩版的这个装备啊。 已经更新到可以算是同步了、哦。那最明显的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斗篷去看哈、哦，比如说这个巨女皇金翅膀，这一次这个改版完之后呢，它就多了这个暴击的时候追加近距离伤害加三。所以这个呢，如果说你是死神呢、啊，还是狂战的话，好拿这个就非常好用了、哦。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装备，我们就把这个影片呢放在影片下面的连接以及右上角的这个资讯，然后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么再来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名誉币转移活动啦。那这个转移活动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点选制作的时候，活动好，那再点选活动，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名誉金币的箱子，这个就是所谓的用十一万名誉币去转成十万名誉币的箱子啊。这个的话每一个账号啊，最多就是转十箱，也就是说总共是一百万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转名誉币的话，可以从这边去做。好，再来呢，大家有问题的就是说。 经验值如何去合并话、啊，这个我们昨天有另外发一个影片来特别讲这个部分，就是呢，它的合并票券其实是放在这个所谓的组合包、成长组合包里面。那大家没有看到的原因，是因为它先要先买一才会看到二，那二里面才会有这个经验值的票券。好，你买到这个之后，你才能去透过这个合并经验值这个商品去把你的角色来把这个经验值合并起来。这样，再来这个就很重要啊。 如何在这一次的更新里面，我们去弄到一千九百趴的这个经验加成？那这个的话，我们就从这个商城里面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打开商城之后呢，在这个活动强化这边，这里面呢可以找到一个感谢礼物箱哦、喔，这个里面四百金币的，它就有这个药水。好，但是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喔。如果你买下来之后就把这个箱子打开的话，那你的药水就不能转移了。好，你就不能转移了，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但是如果说你只要把它留给你的这个分身或者是心链角色去使用的时候，会遇。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限制。 六十级这样才能买，所以你可以用你的本尊去买这一包，然后买完之后呢，把整个箱子原封不动的把它存到仓库里面去，给你的这个分身角色去买。好，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问题了。好，开起来之后呢，你就会拿到一个药水，那使用之后，你就会拿到七百帕的这个经验奖励。那另外一个一千两百帕的奖励呢，这个当然就是去买充等包啦两千钻那个充等包。所以这样加起来呢，就是一千九百帕的经验值，对于大家的充等速度来说，会非常非常有帮助。 最后，我们要来解答大家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预先登录的奖励什么时候发？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官方网站哈，它这边有提到说啊，死神的预先登录哦、喔，从这个活动截止后七个工作天内陆续发送。那么活动截止是在八月二十九号嘛，那七个工作天呢，差不多就是九月六号左右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大家就等吧，因为它的七个工作天还没有到嘛啊，所以这个九月六号之前应该就会到了哈、啊。 好，那么另外呢，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人问说，他如果用 FB 登录的话，会跳一个视窗哦，说这个 Chrome 的什么啊，反正就是跟 Chrome 相关的这个问题，然后导致 FB 的玩家没有办法去登录。那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只要在你的模拟器里面去下载 Chrome 这个浏览器，好，那这样就可以去登录了，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哦。好了，那这个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我这边呢，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